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甲我做伙皈依三宝。啊，下礼尊念我地主妙音。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两足长尊，皈依达摩尼约长尊，皈依精伽诸众长尊。阿舍利尊念我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两足长尊，皈依达摩尼约长尊，皈依精伽诸众长尊。阿舍利尊念我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两足长尊，皈依达摩尼约长尊，皈依精伽诸众长尊。请看大经科注第555页，倒算第四行，高堆静心分两小段，第一段中飘经文只有两句，有无量劫，即是德行。经文虽然有只有两句，内容啊非常丰富。啊，无量劫，咱看到了。无量劫是要做什么？积德。正福，德的是正德，可见呢，德是偌重要的。咱看念了注解，本品初段明庄严净土。主下三段表严谨自心，严是庄严，净是清净。为什么呢？下面有讲，该心土不离，心净即佛土净也。啊，道理讲出来了。一直到近代，量子力学家发现微中子的存在，这个人讲物质现象，国土是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对于未来呢？对心生影，啊，心净即佛土净啊，求生净土的人，大生就爱求清净心，啊，这个修持的目标，就是净土的顶面。本经的经题，头前一段是讲果报，大乘无量寿庄严，这是果。因是什么呢？因是清净平等觉，
修清净平等觉，就感到大乘无量寿庄严。经对啊，这个是因果具足啊，所以修净宗的同学，爱知影讲修什么，这个是袂当唔知影。那念佛求生净土，佮精进。我有拄到一个同学，传只信息给我，因啊，迄个所在念佛堂，有人啊主张念四字，有人啊主张念六字，争论到啊几乎，特别啊起相拍了，安尼敢会往生？那家己袂当往生，叫别人嘛袂当往生。啊，所以古早时阵的念佛堂较侪，多数大德知影，个人根性无同。凡你念四字的，有念四字的念佛堂，你去下去念；凡你念六字的，有念六字的念佛堂，袂冲突啦。把你分开，有人爱大声念，有人爱细声念。爱大声念的有念大声念佛堂，爱细声的有念细声念佛堂。应有尽有啊，何你啊袂生烦恼？诸佛菩萨。行顺众生随喜功德啊，好啊！啊，咱伫经教的内底，嘛定定提醒同学，啊，咱学佛为甚袂当正果？那有一世人初果都无正着啊，什么原因啊？五种见解都拢无放下，那无放下，连这减轻都做未到。那五种见解头一个是心见啊，第二个是边见啊，啊边见都是对立啊，跟人对立。跟事对立，跟一切万物拢总对立，这个心哪无放下，连一世人拢得袂到殊途圆。你啊，在行初心啊，你啊无分，你是佛法门外汉啊。无入门啊！那初心那是小学一年级，那大乘初果也是小乘，最低位次拢提袂到，佮你讲什么？阿弥陀佛，知呀！咱的状况特别开这个法门，我业十恶，临终一念十念拢会往生，但是咧临终也未放下，也搁咧争论，搁咧冤家，这人绝对袂当往生。为什么呢？两星期了后。你会把极乐世界变得一塌糊涂，极乐世界的秩序都给你破坏，你敢会当去呢？所以佛未来接引你啊。
啊，一定爱把这心见啊、边见放下。见处甲界处是心见啊，自以为是啊，这要放下。过来就是讲，所谓错误的看法，拢总爱放下。你现在证到足够啊！大乘才会得到一个初信位的菩萨了。位处是上低，但是真可贵。这个位处得到了，都未退转啦。那有这个位处，就是圣人修行、修修行，伊未退到啊，凡夫位啊，所以叫做位不退。含不退来对第一个位不退，真可贵啊！也提到这个地位的人，念往生是绝对的得生的，无这未往生啊！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心愿苦足啊！往生的条件就成立了。那念佛啦，无论是偌济，论功夫，功夫是啥物？甲烦恼念无去。咱若心内烦恼一个起现行，马上就是阿弥陀佛，甲烦恼控制掉的。慢慢烦恼就未生咯，这是功夫啊！烦恼那是真正控制掉的咯，未生烦恼，进入错过的位置咯。良心到极乐世界是插班啊！你不是在动机土，你是在方便土。啊，方便土嘛是三杯九品啊，四土拢嘛讲功夫的啊，这个未当唔知呀，所以应该放下古代的家人的真心世界啊。心就是心见，心就是啊思惑，这是见惑。心是贪嗔痴慢疑，来放下身心世界，外面周边的环境，未过接受干扰了。伊有干扰，咱会使卖去甲接收。啊，你念佛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品位就向上提升啊。下面念佛甲咱解释。无不良劫，即地得行，是处下三段之中飘劫者，飘极长，真恶其比如的时间，无良劫啊！无良劫者，飘劫数啊，又无量啊！此乃无量之极长之时，即讲时间咯。过去时间无法清算，不可计量啊，计是计算啊，阻力太大了，无办法计算，无办法来度量呢。一表修行的
孤案啊。讲到一寡人，毋是讲别人，就是咧讲咱家己啊。也咱家己无量劫中，生生世世拢嘛伫咧修行，修到今下日，连初果都无证着。该在咧拄着佛法，人生欢喜心。令不诽谤，会接受啊，一点点啊，善根，看起来那是无什么呢？多生多劫修行的啊，无多生多劫，佛菩萨来个坑啊，伊嘛唔肯相信啊，咱这个接触对相信。啊，不是五年的啊，行者呢，行是行为啊，心靠意志做作，这叫行。啊，这个行者呢，所行之先为德，这个该称作德。人生之道，咱个呀叫做行，故德行即功德加行业。行是自作啊，自作的结果成为业，业有正业。有念业，也念业内面有善业，有恶业，啊，咱就知影咯。所以正业、善恶两边啊，拢放下咯。这就是清净啊，正业呢？那是德行，功德啊，无量无边，能看到诸佛菩萨生生世世累积德行啊，德行者所行之先为德，人行之道为行。哦，德行之功德个行业，又之故叫功德啊之行，即戒定慧啊三无漏行啊个六道啊，德行啊啊，咱伫遮要问咱家己。咱伫日常生活当中，是毋是有掠着即个戒定慧？是毋是有念念不忘六道呢？这是标准啊！哪讲咱即工无即标准？即天就白过了，空过了，我初学佛的时阵，张家大师教我，布施，教我入门。临门就要对三种布施来落手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六道来对第一道。他无能力啊，
无能力爱有心吗？爱有这个愿呐、啊？啊，拄着缘，随分随力，圆满功德啊！布施钱，唔是一定爱布施偌济，才叫功德，唔是。你有布施的心，你身躯只有一颗云，这颗云提起布施，圆满功德，就是你只有这多呢，全部拢提出来了。啊，富贵人家布施的一千万，伊啊财产太多，一千万无算什么，伊迄个布施啊无圆满，唔是百分之一百。啊，咱这颗云的布施功德比较大，为什么呢？那是圆满呢，伊无圆满。啊，这就知影讲圆满功德是每一个人。拢会人做会到的，啊，财布施的果报啊，得到财富；发布施的果报啊，得到聪明智慧；无依布施的果报啊，得到健康长寿啊。爱修啊，啊，真正修。清净心对现前，诶，放啊！布施实在讲就是放下，先放下清净心对现前。啊，佮提升平等心现前，啊，佮向上提升就是觉悟了，代替代悟，明心见性了。啊，咱自性内面所有障碍。隆重放下咯、啊、所以戒定慧叫三不老学、啊、咱净宗洞学第三十年前那个时候我住在美国美国净宗学会成立，我提出戒律，止戒念佛。戒律的都几种呢？五个科目，真简单。第一个是净业三福，第二个是六合敬啊。第三个是戒定慧三学，第四个六道，第五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，唔免做就这五个啊。啊，咱把这五项做好，都是具足戒啊。啊，这五项会帮助咱得到三昧。会帮助咱开悟，会帮助咱行菩萨道，唔免复杂，咱有能力做会到的，肯定以故会当做到，都到了。下面。然后古回说这四句话，回说来对共行为行业啊，行是行为啊，行为所做作的因果啊啊叫做啊业，三业所作先叫义。起心动念、意业、言语、口业，身体造作叫做身业，这叫做三业所作。啊，对早到暗，连咧困咧做梦，做梦也是咧造业啊。啊，为什么？
咱念佛功夫不得力，念佛功夫得力，就未做梦啊。啊，每天做梦是咧测验家己，如果做梦也阁做恶梦，啊，就唔好咯。啊，有佛的人，大乘第一步的功夫有梦，无恶梦。功夫阁进一步，梦无咯。你清净心啊，这下拢嘛是咧勘验家己的功夫啊。下面讲，地为福德，行之所感，行善得到福报啊。由非凋谢所得，故闻即得。古报无遐紧啊，所以就爱积啊。你就像种树啊共款，啊，一定爱到伊一面枯竭，就开花结果咯。啊，积积累积，积累啊，如点滴所住。你吃不得，那像咱的种树，育苗生林，应是九万不可计称，古文无量劫呀。菩萨因啊，因经历真长真长的时间。咱也无办法去思量啊，嘛无办法讲予伊清楚。长时间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啊，拢伫咧修行。也长烦恼无容易啊，生生世世累积个功德。也学袂住这烦恼，啊！恶的念头、不善的言语、不善的行为，有时阵也搁咧做，啊！咱嘛真想要把这个不善的行为控制掉的。用什么方法？最好的方法就是念佛啦，心愿持名。啊，念佛的功夫也搁得未调呢，是咱的功夫不得力。烦恼习气比咱念佛的功夫多啊，咱学未调，咱啊努力。唔通啊去想烦恼，想阿弥陀佛，这就会真正帮忙咯。逐天想佛啦，时时刻刻想佛，念念念佛，无出声，心内念佛，真有路用啊！为什么呢？啊，我要把烦恼给念无去啊，要把习气拢给念无去，也把清净心念出来。好啊，清净心念出来，就定有修行阿罗汉咯。啊，大乘是信位的菩萨。方便土里面三杯酒品，咱就真清楚咯。那真正念到清净心，大乘的七信位，你看三杯酒品，啊，就
真清楚的看出来咯。啊，这九信十信，常常聘王星啊，方便妥啊，初信为呢？嘛，无伫咧反省讨，气气咯，方便讨诶，下品往生。李信威，方便讨诶，下品众生。三信威咧，下品众生。你看这位置真清楚，就出来咯。这个这功夫诶，千深。咱过来看下面第二段别现，也分三段。第一个是自利行，啊，自利行内面各有三小段。第一个利欲念佛，那念佛人最重要是利欲啊，利欲是功夫啊，欲是什么？欲望。咱看经文，不起贪嗔痴欲诸相，不着色声香味触法，但恼业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啊，念到做个真正详细。难看住，不去贪嗔痴欲诸相，相者对缘生心或相，缘呢，就是咱今天所讲的环境，那环境内底有物质环境，有人事环境。啊，人事环境内面有善人，有恶人；物质环境内底有顺境，有逆境。啊，面对着这个环境，起心动念就叫想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面对环境。起心不动念，那就功夫啊有够了。那什么人？那是佛啦。佛啦，对言不起心不动念，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，那是啊智慧。伊袂糊涂啊，你看非常清楚。凡夫迷失了自性。啊，所以对缘生心，这叫做相。你看相，中国这字是会意啊。心顶面有一个相，这是相。想这个人，伊这个人是会相现前咯。别人看未到，家己心内真清楚。想一项代志，事现前。啊，一切万物。想什么就现什么，而一切法从心上生啊！啊，佛未生心，菩萨生心，生心伊控制一条，就是比人家高明咯。伊安怎控制呢？伊不分别，不执着，比人家悬呐。啊！咱起心动念，马上分别执着的起来了，同时啊，起作用，就变作凡夫了。
阿罗汉比咱较好一点啊。阿罗汉有分别，无执着。啊，执着叫做见思烦恼，最严重的分别呢，叫尘沙烦恼。比执着轻，尘沙是比如罪。这个看到就分别，这个听到就分别。若观接触六尘境界，这个、接触分别就起来了。比如做尘沙，菩萨所断的，佛所断的无明烦恼，无明烦恼就是生心啊，就是起心动念啊。咱用念佛的方法，修功德啊。功德是什么？功是功夫，德啊是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。完满的大德，佛所证的啊，佛最低啊，佛的关机，禅宗讲啊真好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啦。啊，什么是佛？明心见性就成佛啦。啊，明心见性有四十二个等级，换一句话讲，佛就是有四十二个级别。你是多一个级别的佛，真佛不是假佛咯？为什么因都无用妄心，因完全用真心？菩萨过来用妄心，用个正，未用错。阿凡夫用妄心，用个邪。啊，邪是什么？烦恼、习气呀。阿菩萨用个正。啊，依完全用佛的标准。都是佛教的概论，啊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甲概论拢嘛相应，就是用较正咯。这啊，都是咧积功，清净心现前，迄就得。你真正得到了，得到清净心，正阿罗汉果；得到平等心，正菩萨果报。那觉都是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就成佛啦。啊，成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十宝庄严土。啊！在迄地咧等待啊，等待什么？无明习气断清气咯，无明习气无办法断啊！你若有方法对起心动念，迄就会对到咯。就是讲，卖去插味啊，随在一起。啊，每天做家己的功课。家己的功课都是功夫啦，功夫啦。功夫是修福啊，念佛是修定，念经是修慧啊。啊，这是报土。要去倒位听，
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人，大家拢心通广大，阿弥陀佛同款的化无量无边心，每天都去到十方世界去拜佛。啊，拜佛的时阵，就供佛闻法，福慧双修啊，迄、那个啊福报大咯。咱这边今仔日连一个好老师都无得找，然后叫了世界十方诸佛刹土啊，伊讲教就教咯，无鼓励啊。我阿心去降伏文化，甲真心拢嘛同款啦。得到真切受用啊，真心呢，真心伫阿弥陀佛讲堂个啊，拢无叮当，化心去啊。啊，哪讲会降伏啦？啊，听经，而且会度化众生，十方世界拢嘛有缘的人。你若是看到有缘的人，有缘人来求帮助，你嘛会分心去甲帮助。啊，用于什么心得多，你就现什么心。啊，现心说法都无考虑的啊。众生有感，你也自然有应啊，妙不可言呐、啊。啊，到极乐世界全拢做到了。拢对现咯，啊！所以叫做世界未当讲无去的啊。那下面古者呢，如无尽接触南入定种种差别之相，为之相啊，明处境界差别果。下面呢，谈相、亲相、知欲相是三恶相啊，这拢是恶念嘛，唔好的念头。下面如有卡如我。如法文经，为菩萨行布施时，以利欲相、受诸相、无痴相、对治三恶相。这啊，佛教人呀，利欲、利贪欲啊。修足利清慧啊，修足比心相啊，无痴是对地之欲相啊。啊，咱今仔日用的方法比以前较简单，效果搁较大。啊，咱用什么方法呢？阿弥陀佛。心是阿弥陀佛，靠念的是阿弥陀佛，心行的是阿弥陀佛，完全依照三经一论，三经一论都是阿弥陀佛，啊，依照阿弥陀佛的教诲。这好啊！菩萨下所是物，生利欲相，真心世界，拢总爱放下。到什么时阵？完不完呢？用个念头，
欲望都无了。布施功德就圆满了，要有欲望就袂盈利呀。这还怎样？但咱现在只有一个愿望，求生净土，想见阿弥陀佛，会用你袂？会用你啊！只有净土中会用你，这是佛家人的方法，修别的其他的法门都袂用你。这就是难易呀之分。净土宗啊，文尊啊，待业，其他八万四千法门无听讲待业的啊。那净宗噶修行成佛正果，分作两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你到极乐世界，你也是凡夫。那到极乐世界成佛了后，那是第二个阶段咯。其他八万四千法门无第二阶段，只有一段，无第二段。难易啊，咱来创个清楚。所以菩萨，这拢是平常咱要学的、爱做的。下所思物啦，生利欲心，真正下得啦。有求者有乐，有乐因缘。这是有布施的。伊也是欢喜心，故亲分心无啊，这叫修诸相。你所布施功德，回向无上道，即痴心不落，不痴咯。点点滴滴的功德，拢回向乎西方极乐世界。今法藏大师不起三恶相，离诸烦恼，以修布施，离贪嗔痴，离欲啊，这第一句。第二句，不着色声香味触法，色声香味触法，六尘、六根呢？所缘呢？眼缘的是色，耳缘的是声，鼻缘的是香。色缘的啊是味，心缘的是触，意缘的是法。修行修什么啊？就是修这个代志啊，这是修未着啊。不着者不贪着也，色定六尘也，以色尘一切形色。如青黄赤白及种种形象，这拢嘛是眼见的啊对象啊。眼观啊所缘的对象叫做色尘，也咱讲不知对象啊。这个、形象拢嘛是。你的声音，一切音声、乐声、
甲射箭等等，拢总是你军演的对象。三乡镇彼此所辨别者，分享有恶秀。B 所言呢，这是米丁写是所编者，饮食之种种，迷乱之味啊。第五的确定甚至所编者，譬如细菌、粗涩、寒烈、温和等等。第六法定是义军所言呢。为啊，义军对前五阵分别好抽，而去善恶诸法。如处六阵中，如男女之美容，咱见的，你们的师爹歌咏之乐音。音乐啊，简单有男女心胸，皮所闻呢？音色、腰弦的种种秘密，谢君所言呢？上妙以后，有男女心魂流乱，谢骨之。触觉啊，心所言呢，该令众生贪着机事不得出离，这啊提出严重的警告咯。你六军啊，对六顶境界起贪嗔痴啊。你这念头啊。这都是为什么你未当出六道轮回？原因就伫这地啊！阿轮回苦啊，尤其是咱这代，恁呀少年的这代比我过个艰苦，我的当年。虽然生在战乱，迄时阵啊，社会安定，社会好啊，人甲人之间拢知影关怀。中国传统的文化也无当个真清气，阮也去擘一点仔边。至少会当讲三十年以前。阮个咧过正常人的生活，现在人麻烦啦，甲五伦五常四依八德，等甲真正清气咯，连一样都无咯，你讲人偌艰苦啊！虽然物质生活比较早提升，交通啊便捷咯，精神生活艰苦啊。啊，爸囝无亲咯，无亲爱，啊，囡仔大汉家己走去咯，无管爸母咯。也做讲是正常的，外国人都是安尼啊。外国的啊，外国走落去，你家出走都卖去找伊啊。啊，早年我伫加州，啊，有一个嘛是下苦的同修，因后生。十八岁，离家出走了，然后伊去警察局去报案，人问伊讲伊是偌大汉咯，十八岁啊，十八岁走都卖去找伊咯。
啊，美国认为讲十六岁就家己会当啊照顾家己，唔免出来照顾咯。爸囝母亲啊，我人无咯。我想你依你的心，现在人不仁不义，无礼无智呀，无信，这个你拢无咯。那这五年哪像甲伊不相干呢、啊？啊，我这个年龄啊，这代啊，50岁以前也有啊，是不如啊较早咯，但是也有，也听听去听到，现在无得听咯，无人讲啊，看也未着，无人做啊。啊，所以咱是按怎要提倡制作呢？提倡制作目的就是要宣扬传统文化里面的孝悌忠信。德是伦常道德，好啊！大家看一下，提醒一下，一年三拜。能够做做人的讨厌，只有都记不掉啊！办这活动容易的几多啊？啊，咱过来看下文，金发宗菩萨。啊！伊老大人甲咱现身说法，乃无恶相，无恶念，无贪嗔痴的念头，即离因啊，未迄颠倒的因伊无啊，不着六尘是离邪缘。因离开咯，缘离开咯，当然都未讲有贪嗔痴慢的故啊，无即个咯。内因距离，经行法师伊讲的啊，外缘书记古文不着色定啊，犹有无三目相来。离邪业之因，六尘为缘，不着六尘啊！好，离起邪之缘，对啊，真修行咯。修行伫倒位修，倒伫这修，这叫功夫啊！念佛人无比方便啊，殊胜啊，就是这句佛号。那六根地六丁境界来对起心动念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都把这个念头给打掉。啊，所以佛号爱念念啊，常说。好处在倒位呢？未做恶业。善业嘛未做，啊，善路拢离咯，往生容易啊！往生的时阵，真正拢中放下。啊，念佛人为什么最后往生是未当去呢？
原因啊，拢嘛是伫即地。也伊陆军伫陆顶顶面咧流乱啊，也唔敢离开啊。阿弥陀佛，等你啊！那看你念头无转，你就走咯。啊，所以念佛啊，有人是对顶念佛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对顶就是一句接一句，无放松。啊，甚至有念作老基松声啊，表演予咱看。啊，伊往生前六个月。半年，每天念14万声的啊佛号，一句刷一句，一句刷一句，啊，就是按你先做给咱看。三业清净，拢是阿弥陀佛啦，除阿弥陀以外，什么拢无。心欢苦叫啊，念佛功夫是这困切啦。啊，那照经常所讲的，养生的品味就真高咯。肯定是伫这个十宝土。那、啊、绝对不是动机土，或者是方便土，不是。那个月功夫，就会把家己品味提到上上乘啊。啊，敬兄讲啊真好，来因距离，外缘殊寂，我闻不着实定，又无三目相，乃离邪业之因，六尘为缘，不着六尘，复离其邪之缘。敬兄师明其因果，为来离邪业之因。国灵之月啊，行业之言，来我该离啊！啊，为什么会当离呢？你知影讲，这世间是假，不是真呢？啊，今仔日的科学家，特别是量子力学家。因为研究报告我有看到，对咱修行人有真大帮助。科学证明了，宇宙之间所有物质现象，拢是愈妄愈幻，无一项是真的啊。啊，拢是对高频率波动产生的幻想啊！佛在《法界经》内面讲甲真多咯，《法界》讲了22年呢，时时刻刻提醒咱。啊，《金刚经》是600卷《大法界经》的纲要。啊，中国人真爱读这卷，用这个来帮助咱观照，我们常常想到，凡所以上皆是浮梦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！
未执着是对的呀，执着就错了。未执着不是讲固执，可以受用，未放在心内，就是不执着了。但未放在心内，不管人情，人讲你怪怪，你何分来变成这款的呢？唔通六亲不认啊！哦，好爱家好地忠心做出来，和世间人做榜样。啊，内面呢，心内就是阿弥陀佛。外面是咧搬戏啊，做好别人看呀、啊，帮助别人啊觉悟，帮助别人断恶修仙，这拢是功德啊！啊，搁看下面的这段，但熬夜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啦、啊，这是古人讲的啊，一念但提啊，咱啊，只要这一念。这念佛啊，专念阿弥陀佛。咱看念落的注解，但熬夜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，这句呢，也是对于啊诵业内面接着落来。但假唯一呀，独呀，这两句甲前两句用一气甲读落去，头前两句是蔓延放下，不去贪嗔痴欲自相，不着色声香味触法，这是蔓延放下。但熬一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，这是一念暂停。咱只要保着这念，处境正业之共中啊！《华严经》明十地菩萨，地地不离念佛，《华严经》。修到定地了，菩萨最后的一个阶段，十地圆满就成佛。那因地最高阶层修成佛之道，修什么法门，拢总是念佛啦。那念佛哪讲是不好，念佛哪讲是有问题。到达最后最高站，你为什么要修这法门呢？华严经上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那地地是对初地到十地，这十个位处，每一个位处的菩萨，拢总修念佛法门。甲咱做见证啊！啊，菩萨地位当中，十地菩萨位处上观，下面是。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叫三贤；定地叫做十行。啊，三贤也有修其他的法门，未完四千法门，定地就放下了，以向专念。
念到时阵分呢，我无讲，大家心内拢明了，拢总念阿弥陀佛啦。那会怎样呢？华严会上，普贤菩萨、十大愿王都归极乐啊！啊，伊无念阿弥陀佛，伊念到一个佛啦，啊，这就真清楚咯。本经大教引起品文，起来现在佛号上念，这就讲得更加清楚咯。过去佛，以来佛，现在佛，这四字是讲三世诸佛，佛号上念。啊，每一尊佛都念佛，阿弥陀佛念十方佛，十方佛念阿弥陀佛。有观复三昧经文，你是会中即有十方诸大菩萨，其所无量。公说本言，该以念佛的念佛的叫什么呢？成佛啦！啊，这拢嘛是经上的经文啦、啊。十方诸大菩萨无量无边，大家拢讲的是你安怎成佛呢？你修心法门成佛呢？最后啊，拢嘛讲出来，拢总是念佛。啊，成佛必定爱通过十地。那十地既然地地拢念佛。那是讲未念佛的道理呢？头前啊，讲十地菩萨念佛是咧甲人讲，菩萨成佛最后一个阶段是有啥物？然后，这段的话是给咱做证明。每一尊菩萨拢讲出成佛的本源，是以念佛得到呀。有佛告阿难：汝今现持，持的是啊，持名，心不妄失啊。通啊，把这代志未记哩啊！什么代志呢？念佛，佛号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三世诸佛，该说如是念佛三昧啊！这个牟尼佛来给咱做证明。哦，有十方诸佛及现假千佛，对初发心，皆因念佛三昧力故，得到一切种子，一切种子就成佛啦。如来故地上所证到的。一切种子啊，一切种子，以梵文称之为何了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嘛翻作无相正定正觉，都、就是一切种子。
啊，本书啊，释迦牟尼佛来给人做证明啊。那世尊以一个人，眼见千佛，这些人眼前呢，娑婆世界，在一个大劫当中，有一千尊佛出世，释迦牟尼佛是第一世。啊，弥勒来成佛是第五，这个一千尊佛修行正果，对初发心，拢是因念佛三昧故，第一切种地，现界千佛是安怎成佛？念佛成佛了，是故弥陀亦如释尊于十方如来，对初发心，皆因念佛三昧证无上菩提，故当后亦念诸佛也。这个后是欢喜。老夫真爱亦念诸佛，那诸佛都是阿弥陀佛啦。阿弥陀佛的名号是会当加翻作诸佛，阿弥陀佛这句话是梵语。那是该完全翻作中国字，这不是讲未当翻，尊重不翻。啊，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觉。阿弥陀佛就是啊无量觉啊。啊，咱个想看卖，多几种佛，不是无量觉呢？那无量觉就成佛，成佛就证得无量觉啊。无量觉就是即地咧讲呀，一切种地呀。无上菩提，菩提是觉啊，都是无量觉啊。所以啊，这段话非常的重要。世尊在这地亲身给咱作证，证啊无上菩提，孤单傲亦念诸佛呀，下面多修善根。知诸佛所修之功德，安怎修呢？亦念佛德。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五戒修行，成就极乐世界报土。那布陀的由来，咱来知影。伊是参访啊，咱现在讲研究观察，十方一切诸佛刹土，初中下段，一切诸佛刹土内底好的，拢总采取。唔好嘅，拢无爱，所以就成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世界超过啊一切诸佛刹土，因为啊伊是啊集一切诸佛刹土内面真善美慧之大乘。
无会超过叫做世界。这个啊，亦念佛的，这是阿弥陀佛的成就啊，感恩多报啊。那来用什么方法感恩？用什么方法报恩？心愿其名，往生净土，都是报阿弥陀佛的恩啊。到底西方极乐世界，同极土啊，下品往生，第十八愿里面讲呀，无功夫的啊，你先作恶。五戒十恶，无念戒佛啊，是无信佛。临命终时，伫恶相啊现前，这时阵伊惊咯，恐惧咯，拄着善友劝伊啊，信有极乐世界，信有阿弥陀佛。啊！法官啊，求生净土，祈求了世界条件具足咯。啊，过念十声，甚至讲是一声，一声安怎，伊就断开咯。无念过十声，伊就咽气咯，拢嘛养生啊！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啊！生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确实有四土三辈九品，阶级无同啊。不管怎呢，伊也平等待遇，这是西方世界无的啊。极乐世界独创啊，待遇平等，就是讲反省同基础。啊、下品往生的，甲十八土往生的发心菩萨，智慧平等，道力平等，心通平等，啊，一切受用拢总平等。啊，这地唔去。你去想要去到位啊？就去都哎呀，全力以赴，咱把这个世间彻底放下。阿弥陀公，现在我就带你来去，马上就走，无考虑的。你还有什么挂碍？无了啊，什么拢无了，真正会当去呀、啊？啊，咱时时刻刻拢爱有这个念头啊，真正会当去啊！佛教时阵啊，真正来接引咯、哦，咱一点啊袂怀疑啊。那怀疑伊就袂来啊，咱该靠定啊咯，这对伊也是无怀疑。啊，所修善根，即诸佛所修的功德，亦念佛德，感恩多不啊！诸欲决定是名亦佛了。啊，经内面的功德嘞。非常重要的开始，唔免做，即几句会记哩就好，放伫咧心内。啊，怀念阿弥陀佛的功德，啊，感恩伊建立西方极乐世界，
接伊咱遮诶诸作啊，恶业诶众生啊，咱嘛有机会往生菩提成佛啦。啊，到底西方极乐世界，甲发心菩萨的智慧、神通、道力平等啊！啊，咱知影讲。怎样？然后最醒，这个爱记，所以华严实地菩萨，地地龙马念阿弥陀佛，今日决定，过夜当持名念佛，名故万德，终了一切善根。阿难要修什么？无论修是什么善根，总比未到这句佛号啊！为什么这句佛号总了一切善根？这句佛号所有一切善根拢总具足啊，一项都无漏去。啊，这句佛号所有一切诸佛的名号拢在其中。一个都无漏，乃至菩萨名号，菩萨名号是修德啊，啊，佛的名号是固定，啊，圆满的修德，圆满的啊固定，嘛伫即句阿弥陀佛，啊。念这个一切拢念着了，众生的根性无同啊，烦恼习气拢真重啊，啊，有人爱念。四字佛号，有人是爱念六字佛号。哎呀，我知影，中国古代的净宗道场真多啊。那为什么遐多适合每一个人的缘分？加一念四字。那边的念佛堂专念四字的，加一念六字的，那边的念佛堂专念六字的，啊，加一大声念的，那地念声音大，爱细声密念的，另外一个念佛堂，因底下伫咧用功，好嘛，拢嘛会当啊，成就的啊。无即未往生的啊！啊，我听讲现在即念佛堂内面来几个即习惯啦，无讲的伫咧吵闹啊，甚至还拢会相拍。这毋是佛地主啊，这是魔地主啊！为什么来破坏净宗的啊？我大家啊拢未当往生。这错了，阿弥陀佛经，还有啊《精湛经》，啊，修炼和法门拢都爱赞叹，为什么法门平等，没有高下？
所有法门拢是佛说的。你若唔相信，你啊，别反对，无适合你的意思，你要改改变，那你是对佛菩萨的反对咯，对佛菩萨的不满咯。爱佛菩萨第二啊，为将啊你的意思，哪有这道理啊？啊，连地在书在世，这创世必定会有这个一段。伊老大人家己记载，这不是假话啊！有人问伊讲，你老大人念佛是安怎念呢？伊讲啊，伊念四字阿弥陀佛。啊，你劝别人是要安怎念？教别人，我教别人念六字南无阿弥陀佛。人问讲，这有什么不同呢？伊就讲，我这一生决定求生净土，所以南无这两字给圣起来，南无是皈依，是恭敬，是礼拜，这客气话都唔免讲咯。啊，四字就好咯。我劝别人念佛，伊不一定肯往生。啊！伊若唔听往生，佮加南无较好，皈依阿弥陀佛，皈命阿弥陀佛，你敬啊阿弥陀佛，佮加只较好，佮阿弥陀佛结只好缘。哎，生后世拄着缘，就往生。讲甲真清楚，真明白啊！啊，只要肯念啊，就好咯。啊，这一生决心想要往生，真正是愈简单愈好。啊，四字都比六字啊较好，六字加两字，大多啊，至简啊。啊，这个法门。以行安心啊，真安相信。哎，会记得啊，为万世清法门，包括净宗在内，心见不放下，边见不放下，是真严重的障碍啊。也有成见，自以为是，啊！人甲我的意思无的好时阵，我要拜贴你，这就袂用你啊！啊，处处甲人对立，啊！我念四字，别人念六字，我就要甲伊对立，我就反对啊！这较袂用你，袂当放心啊！啊，为什么未当往生？人伊修甲好好，心修甲清净平等觉咯。你该这闹这烦，个也功夫全部拢拍倒咯。啊，阿弥陀佛，这么往生，啊，你是要甲这众生拢总捞起到六道轮回？啊，无依起呀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这啊。唔是佛法，啊，真正是佛弟子对佛所说的无量法门，拢得爱恭敬、礼拜、供养。啊，每一个法门，拢是某种的根基，伊拢会得到益。你哪当给伊毁掉？呀，这下拢马斯里有教理，
不通达所造成的。这也就讲起来咯，学习经教、听经较重要啊！啊，互你了解事实真相，啊，你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会当随顺佛陀的教诲，这真正佛弟子咯。啊，已经有成就诶！哎，谦虚啊，也唔通啊用欺瞒，还是啊错误。那佛教的衰，唔是讲衰伫今仔日，通常起推到至少200年咯。头前100年。疏忽啊，无重视，慈禧太后带头带了无好啊！啊，慈清老佛爷甲佛菩萨圣贤更伫两边，轻慢啊！啊，过去历代帝王，特别是清朝，拢是佛门弟子，对佛菩萨拢恭敬。只有这个老佛爷无恭敬，啊！清朝亡国了后，中国社会动乱，一直到维尼抗战终了，啊！佛教呢，政府无人管咯，无人管呐、啊，自生自灭。啊，也有一寡真正修行的人，恭敬的法师，我也拄到几落个。啊，这些人现在拢无伫咧咯，确实是何家无灵啦，要安怎啦？啊，佛教需要的继承人。条件无关呐，啊，只要老实听话，认真去做，啊，基本的戒条会修会好，那就是三规五戒十善，三昧六义啊。啊，大家做伙。这个道场呢，六合、三合、六道、普贤、十愿有够咯。啊，甲这个拢会当落实，拢做会到。啊，落实伫生活，落实伫工作，落实伫处事待人接物，那都是一个现代标准的佛门弟子啊。啊，五戒就是中国儒家讲的五常啊，不杀生是仁，不偷盗是义，不邪淫是礼，不饮酒是智，不妄语是信啊，甲儒家的根本戒仁义礼智信。完全同款啦！啊，中国人传统文化优秀，传统文化是大乘佛法的根基啊。所以，咱学净业三好，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。咱那都是伫个《弟子规》，自心不杀，都是伫个道家的《感应篇》。
太上甘平，下面就是修十善业。若是伫十善业道经，你看偌好个啊！如是多这三个君，伫这顶面十君，这三项物件爱改啊，念灰色啊，哎呀，会记哩。一切是一切处，无论是顺境、逆境、善言、恶言，拢都爱遵守佛菩萨圣贤的教诲，不犯过错啊！这叫持戒啊！老实听话，认真做，无论修学多一法门，拢会成就啊！掌握着一门深入。当时分修，唔通去贪罪一门，做专家唔通做通家，那一门容易得到三昧，容易开悟，听悟真困难啊，待悟有可能，修悟呢一定有分啊。那小我嘛是真正有路用啊！啊，贪嗔痴慢疑一定都爱登啊，绝对啊唔通傲慢，唔通甲人去争强争胜，这是袂用哩。那傲慢连儒家都拢真奇克，孔子都有讲。人有五万的习气，其他都唔免阁讲咯。讲的话真好，如有九宫之宅之秘，书教请念，其无则不足观也。啊，学佛学道，骨卡唔通讲有五万心，唔通有嫉妒心，唔通讲有贪心，也唔通有嗔恚心。那净宗啊，尤其是书生，那我学佛学了三十多年才接受啊，所以经常讲的难信之法，我的体会比别人较深。啊，我是华严、法华、楞严，这些大经大论。凭借这道理，万年啊，归心净土。我感觉这我有把握啊。其他的法门，虽然学几十年了啊，拢无把握。念佛法门较靠得住啊。啊，即地即几句话爱会记哩。持名念佛，名故万德，终得一切善根。故地老是持念，是暗劣亦佛啊功德呀！偌好啊，偌难得啊！有安乐之物，亦有三昧。但宁都贪，不宁都嗔痴，亦有三昧；但宁都嗔，不宁都痴贪，亦有三昧；但宁都痴，不宁都贪嗔，亦有三昧；但宁都现在障，未当都记起未来啊一切诸障。这些话拢是咧甲咱讲啊。世尊当年在世，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门，有大乘，有小乘，有显教，有密教。啊，伊老大人在世一生，确实是咧办学校，
啊，而且子弟分明，经办小学，这边初期就是啊，小城，小城办偌久呢？十二年。讲阿含，那十二年了后，这个提升办中学。公红定八年啊，比咱现在学习的时间较长啊。现在小学六年，中学三年啊，或者小学十二年，中学八年，然后啊，提升到大学，或者二十二年啊。啊，最后八年发华涅槃，啊，涅槃经是为教为教，哎，就是啊，发华为主咯。发华八年，哎，是研究所啊，讲生活的道理，讲生活的方法，啊，道理讲清楚了，方法也是来念佛啦。啊，华严经。现在同住五十三参，可能表演贴四贴中都、就是啊，一句佛号啊，如归极乐，普贤菩萨带头的《法华经》，融入背后生活，拢嘛是念佛的啊。这是咱的讲我，念佛三昧不可思议啊！你看伊最后讲的这个呢，要能享受念佛三昧，无论现在、过去、未来，一切诸众悉皆度呀。阿公阿嬷老师念佛你出三昧啊，啊，咱看海贤老和尚甲咱做榜样，伊是因的新婚毋捌字无读书，农民出身，一生做农事，那活到一百十二岁，都、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啦。师父加伊啊，一句好好念到底，一直念落去，明白了，唔通啊乱讲，唔通讲。哎，老大人听话，真听话，真正安尼做。甲咱做上好的榜样，和咱这个念佛的这个啊佛弟子啊，做出的上好的这个榜样。罗经中法门的啊，同学，真正想要一生当中求生净土，做出了绝妙的榜样。所以我很懂哈，一婆子无人受惊，他、啊、回日本，有真侪人批评攻击日本啊，啊，讲日本是伪造呀，是假呀，唔准念。也非常感恩弘林法师啊，十几年来编一本书，了啊佛法兴，唯有精湛经，啊，我这地毛一本，这本书。啊，详细辨别
甲这个代志澄清咯。啊，回执不是夏令基第一个人，历代回执人真多啊。好，佛经最初传来到中国来，都是回执本啊。第一部四十二章经，大理啊、大句拢嘛是佛说的，但是是伫这一切经内底揭露落来，变做一本小本册啊。佛教拄拄啊来中国，便有咱学习，都是啊，回执的啊。啊，回执最大的过去呢，就是唔通改变啊经文啊原来的字，这是啊过去的啊，唔是未当回执。改动字的是有啊，有这款的情形，这些互人批评呢，啊下落用十年的时间。回执的这本每一字都是有出处的，是多一部经上的字，一字都无改动，拢嘛是原文。我一句话讲，这个回执本是真经啊！啊，逐字逐句拢嘛是佛说的，用念做老居士的注解。用了83种的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啊注解这部经。你看伊啊，每一句、每一段拢注明出处，对倒位来，那交代真清楚啊，啊不是家己的意思啊，是啊佛菩萨的意思，祖师大德的意思。正地正见啊，那咱这20多年来学习这部经无错啊，啊，这条路是无行错，但来个继续一直甲学落去，一生未改变方向，这部经这部注解，这句佛号。念到底啊！经主帮助咱破疑生信啊，咱对这个法门，对这个经的注解，升起啊坚定的信心，未够再互人动摇咯。啊，我才明白咯，然后啊，好好啊来念佛。海贤老先生话讲了，生活是大事啊，其他拢嘛是假啊。好啊，咱伫这一回当中，决定有成就，取得红色的把握咯。啊，得到红色的条件，知影讲家己这一生当中决定红色，红色。真正成佛了，好，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